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今天是晚上吹大潮啊，正好是月圆之夜，我们过去转一转，希望是个收获满满的晚上。走，我们已经到了沙滩上了。今天的潮吹得真大呀！哎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爆桶，今天希望能爆桶。走。哇，这有海葵啊！把它弄出来吧，这海葵还真大嘞。把弄出来，哎，试一下能拽动了吧？慢慢的，要不它会断的。哇，这么长！发现一个鸡翅螺，哎，还不小嘞，这么大，你看都露出来了。哈哈，又发现一个，到我手里来吧。哦，哇，今天看上的这个鸡翅螺真多啊。哎，好像看到前面还有一个，再过去看看那个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都把身子露出来，再慢慢的。哎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鸡翅螺的触角啊，这么好看嘞，晶莹剔透的，在水里，它还在动呢。把你收了啊，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走。哇，这个海葵真好看啊，原来水里和花一样嘞，真好。啊，挖水来。弄出来了，哇，看这个蓝色的东西，这是什么螃蟹啊？那怎么会有蓝色的螃蟹？这个红蟹、黎明蟹吧，小观赏蟹，收了它，回家就去养着玩了。走，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两步一个螺，来，嗨，这是一个。这还有一个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这哪里还有一个嘞？这还有个，这片滩上的鸡翅螺太多了，两三步就能看到一个。哇，今天发财了！来，继续。哇，这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哈哈哈！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去，人家真快活。哎，可怜了我了。哎，前面有货，我不打扰你俩了，我来捡货了。哎，小白杆，捡着它走了，走。再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石螺，走。哎，今天啊，本来不想弄这么多海葵，看到个这么大的，你说不弄它吧，哎，可惜的慌。把它弄了，要不等会儿海水就把它给淹没了，弄不着了。弄出来，哎，出来了，走喽！哎，现在水流也开始湍急了，没把你冲走，我把你弄走吧。哇，这周围这是渔网啊，渔网把你困到里边了，我把你弄出来，解救出来，谢谢我吧，走。哇，都有一条鱼呀、啊！搁浅了，这梭鱼，小兄弟，哎呀，还活蹦乱跳的嘞！哇，今天打一个大鱼，我去，太高兴了，太好了，收起来，走喽！发现一个毛杆，把它搞出来吧，这一套前面好像有点东西。Thank you.
龙虾也行啊，虽然现在没有。真碰到好东西了，大撑了，好嘞，继续走吧。大撑了，我去，快点下手快！哎呀，差点扳不过他，还响了一声嘞，你跑啊，跑！兄弟，兄弟，走，这一个。收获真的太多了，高兴一照，看看什么情况，先把这个弄出来。哇，我靠，这鱼非常高，前面还没看。哇，还好别人看不到你，你等着来找我，继续。好，走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收获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爆桶了，主要是这条鱼分量大，大晚上出来量少了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好嘞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